行，他来不及了，你毛肚子好啊，天天也不吃零食，吃什么吃三餐。那我觉得也不用很着急，因为我从小就这么长大的。要不追着我女儿喂饭，他不上学，我就不着急。咱们上学一站队，我都活下去。我女儿每天都吃面，但是没长个味儿。我们什么都吃，肉也吃，菜也吃，面也吃。那是带我去凉带吗？什么都吃。我们那时就每天吃三吃的白吃呀。哎，我回来，我这三明治现在不吃了，就什么样的东西就啃一口就回来了。但我觉得我们家是不是肚子太多了？他就是嫌香，消耗了，对。真的，天天吃完饭倒香料，他自己倒立汤。他说他倒立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说他买了一个朋友来，完就没有人什么他也会。三碗汤，我的妈呀！他会侧手翻，为什么我不会？然后那群宝宝在掌握，你看侧手翻，现在别倒立，天天在那边。